天就是雨辰的生日了。今天天气又还不错，不过有点热，但是好难得有空，我要趁今天天气好又有空，出门寻找雨辰的生日礼物。坐上公车了。我观察最近有几个东西是他可能想要而且需要的，所以我就先一件一件的去看一下他们，然后最后再决定我到底要买哪一个好了。这都是电动的，对不对？那有那种手动的吗？就是不是电动的？没有，这边好像没有卖，就是之前他说想要的那一种刀片的那种刮胡刀，只有电动的，所以我要再找找看。刮胡刀有是有了，但是发现这个就是好像也不能成为一个礼物。台北最近天气好不稳定哦，突然间又下起雨了。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，觉得他想买的一定不是那种在便利商店可以买到的，虽然是手动的没错，可是应该是像这一种。我刚查了，他们下单从网络上订购都需要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时间，所以一定会错过这一次的生日，所以只好先放弃咯。记得他之前有说过很想要溜滑板，那我刚好到华山这附近呢有一间滑板店，我想来看一看。我想问一下技术板是在这边都是。它那个测试也会有滑那个沙纹。